嘿，みなさんこんにちは，我是阿龙二的欢迎光临我们摩斯的安娜就实况嘛，游戏日记啊。简单来说，那今天呢，我就想要来打这个将军岩蟹，就是岩蟹啦。它盾蟹叫大明蟹，然后岩蟹叫将军蟹，是不是这样子呢？那个是螃蟹，应该是吧。那今天就是这个地方是一个新的区域啊，还没有去过。那至于任务方面呢，我下位了，快要通过了，差不多。其实也就是各种把一些以往有打过的怪，然后这次我有看影片，不过他这个怎么讲，跟毒怪有。是有一点点差别，不过因为我那个用了一个新的用了他送的武器，所以就把他给秒杀中，没有意思，所以就不放出来了啊。那所以呢，我们今天来先打一下将军岩蟹啊，也是我们一个人出去打了啊。那上一集就看看情况说，也没有办法组队打吧。那因为刚刚上一集拍完结束之后呢，稍微的加了一下猎团啊，感觉人还不错，没有说要他们帮忙打什么的，就单纯说想要加进去找个聊天啊，有的没的啊。结果刚刚团长说啊，你要开团的话就拉我一个一起打吧，这样子啊，人还真的很不错啊。这个地图也是没有来过的一个地方啊，东西独占，拿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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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。那顺道我们吃个饭吧。那这个也是官方活动还是升级送的啊，随随便便吃个饭呗。哎呀，这边也有花束。上限加50，好啊，居然有这个啊，这居然有东要这个券都没有，哎，多少可能啊？我们来吃这个吧。其实。OK， 把我们的血变强啊，而且是强了很多。这边有点上一个沼泽的感觉的一个地方啊，也不知道 boss 在哪，回合有没有拿千里眼之药，没有，这个官方送的药吃吧。不吃白不吃，那之前我以为他只能一天只能磕一罐，结果他送了好几罐，然后我只磕了一罐，那浪费了啊。他时间过了就收拾掉没了，早知道我就一直把他给磕掉了啊。现在说也没什么用，是小连线场景做的还真的很不错啊。是说这个 PS2 手把应该也该是换掉了，有些地方不太好，有些地方不太好用啊。那是什么？奇面族？那你可以，不管他，会主动攻击的耶。这个是什么怪物啊？居然是底石，就是这个底石就是魔咒死了啊。好像是日文里面底这个字有炎魔的意思嘛。看来怪物在这边。不对，应该说看波士不在这边。那我们去3去跟2去看看，没有走妖魁营地之后就不对，走回原路，然后不用敌发见。
那这一集我们来用这个上刀玩玩看啊。会用他头上的那根脚给撞我。喂，不是吧，才撞个撞我一下你就跑啊。啊，这个有个过分了。看起来拿的东西好像没什么特别。啊，不挖了，走吧。哦，我现在才注意到血条刀子展锐的那一边这么多的那个技巧。那以过往的这个经验来说，他打破他背上的那个壳，他可以换去换这样一个新的东西。伤到好像还不错。哦，一看你家哪一个呢？该上有值得乱看吧？跳过头，跳过头，过面那塞，过面那塞，过面那塞，跳过头啦！好不，哦，我想吃块肉啊呀！那塞，啊，今天有夸好说啊，有夸好说啊。不过拿上刀感觉打岩蟹有点难破，找指甲感觉要拿太刀比较好破一点。所有回避啊什么按键的全都是攻击键的，我看他跑走了，以为他又换区，没有注意到，好不幸的失误了，失误了啊！有点不习惯玩伤刀啊。那伤刀应该是我玩了这么久以来最不会玩的一个游戏吧，跟这个长枪也是一样。斩锐掉好快哦！逃一下，那个人。先跑走再说。啊，这个鬼人化会使用消耗刀子上面的那个是技条，那能量条吧？我猜。你想怎么样？对，问你想怎么样？吹笛子只有一下声音啊！谢谢猫咪。哦，你是按就对了，不要管。哦，魔刀子，啊哈哈哈哈哈哈哈！马丹尼。
这么耐用，这个底石啊，回去吧。那然后我们试一下那个大型绝招是什么啊？现在他上来，先等他上来再说。啊，我看到你的边了哦。哎呦，就是，哎呦是，哦，哦哦，好厉害！不看招式，小疯子要乱看就对了。啊，哎，也是一个，啊，相当好厉害啊！这把刀子是不是我做的？是。升级的时候他送的一个武器啊，感觉说好像不太需要自己发心思去做武器啊。那我决定顺道说一下，今后预定呢应该是一墙狩猎为一集吧，那应该可能就会每天上传一集，毕竟说是日记嘛。对，那每天上传个一集哦，每天上传个一集，毕竟之后后面的任务怪物会越来越难。那我们现在还是下位而已。那到商会之后应该这个狩猎时间会变长啊，一天一集，然后一集作为一枪这样子吧。好了，那就这样子决定吧。那我们今天这一集先到这边结束，那我们下一集看看应该会到考试了吧。好了，那谢谢你们收看，我们下一集再见，拜拜。猫咪好可爱。